哦，这个是加热圈，这里面得对住里面的这个槽才能插紧。这边是液流微量，这跟上面的一样，也是对住的，就是这面的槽的。这边连着这线，从这边正极，那边是负极，从过来接到这个液明器上，这滤器上，接到里面。这面是加柴油的，这面是加水，水滴这位置了就在加水。这里面是加这种柴油。好，这里面加同号的。